是电柜。这第一道集成区在挖的地坑提圆梁提上去，然后就是翡翠机，然后提进去，这是到那个刷夫机里面，然后再下去这个磨粉机，第一道磨粉机，再提进第二道磨粉机，刷夫机磨粉机，然后接着就是第三道刷夫机磨粉机，第四道刷夫机和第四道磨粉机，第五道刷夫机还有这个磨粉机，然后接下来第六个刷夫机，然后下去这边就可以接料了，这是打包台，然后最后再用这个提升机。这个提升机提进这个打包秤里面，最后就可以打包。是风机，然后连接管道不同除尘器，这里将来会有那个布袋，然后流下去。这是一道不同除尘器。